大家好，我是桑普，又到眼手了，跟大家做这个桑普论证了。希望大家呢收看节目啦，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， 不要预定了去赞助啦，也希望大家看完广告看完段片，你用 Superfans Function 呢货金赞助给本人的。今天讲中国新闻，希望大家喜欢啦。咁大家知道中國新聞莫過於一單好大嘅新聞，就係呢個洞庭湖嘅缺堤啊！聽講咧就係最近就係將佢堵塞咗啦。咁是爺非爺咧係一件事，但係咧東牆補完就係漏西牆。OK， 咁啊發生咩問題咧？就係話喺呢一個十幾個鐘頭之前咧，即係我諗係中國先大肆慶祝千面紅旗啊！啊，即係並舉下。用紅旗的力量就是堵住了洞庭湖團洲碗200多公尺的缺口。不過呢，根據央視軍事微博的最新消息，今日啱啱湖南岳陽華容縣前團間堤發生管涌險情。即是意思是什麼呢？缺堤咯。OK？ 什麼叫管涌險情啊？即係缺堤咯，即係你基本上呢邊堵完咧，啊和起另一個地方，解放軍陸軍第74集團軍官咧嘅官兵咧，正係緊急處置嘅，又嚟過啦。咁啊，大家知道，當時嘅團洲碗洞庭湖一線堤防發生缺口，缺口面積一度擴大到226公尺嘅。即係話226公尺，相當大嘅一個缺口啊，造成47.64平方公里嘅碗區被淹。其實個缺口大與小，嗰個量其實都好大嘅。OK， 即係唔會話咧，你缺口越大，咁當然會奔湧嘅速度即係會減慢，但係咧嗰個量會更加大啦。但係你缺口細嘅話咧，奔湧速度係更勁。而只係話咧，嗰個量可能少啲咁多，但係個速度好緊要。咁啊，無論點都好，佢就話堵塞咗啦。是爺非爺咧，咁啊，大家即係一路睇落去啦。嚇，咁啊，226公尺就係造成咗47.64平方公里嘅碗區被淹浸。47.64平方公里咧，係差唔多接近300個足球場。OK。7,680名群眾緊急轉移喎，咁係咪轉移唔到嗰啲死曬咧？各方搶險救援力量咧，採取人血機不停、輪班堵作業嘅措施，即係總之就係日以繼夜、夜以繼日啦嚇。24小時持續推進缺口嘅呢個堵塞工作。湖南省人民政府喺華容縣前方指揮部指出咧。堤防缺口呢一個合籠之後咧，將會同步啟動排路，並且着手對災後恢復重建做安排，最大限度減少災害損失。咁話咁啊，喺堵住咗潰口之後咧，當局咧就安排咗幾十人手持大紅旗奔向潰口處，喪事喜辦，高調慶祝。但中共啱啱先至慶功完。又再發生呢個潰堤事件啦，咁可以咁講咧，大家知道事實嘅真相往往就係好殘酷嘅。OK， 呢一點咧就係毫無疑問係有咁嘅情況。我仲記得即係呢件事咧，這個堤防咧85億人民幣啱啱先至修好，即係叫做咧鞏固完畢、維修完畢 ，check 過冇事就冧。咁你又話咩幾千年一遇啦，係嘛？whatever， 呢個唔係幾千年一遇嘅水災，總之冧就係冧嘅。OK， 冧到咁嘅款咧，係非常難看啦，非常難看啦。咁而家我哋睇到第一啲錢去邊？你要去收葺嘅錢、鞏固嘅錢去邊咧？你講拉你，你講嘅咧封你微博，封你所有嘅嘢，再講全線追殺你啊！勾結外國勢力，漢奸走狗賣國賊。OK， 呢個第一。第二樣嘢就係，喂，呢個咁嘅堤防，咁樣冧法，你全部叫乜嘢咧？唔去即係睇有幾多個人死傷，邊個報道幾多人死傷，邊個報道有險情嗰啲，
嗰啲全部永久封號，或者封你一段時間都得。只係可以喺 X 嗰度，即係海外以前嘅 Twitter 啦，就係全推文。除此之外，完全唔可以做任何嘢。OK， 第三咧，就啲人咧開始咧棄約啦，就開始搞一啲咧即係 sarcastic 啲嘅嘢啦，去做一啲咧 parody， 係咪？即係話咧，佢譬如話咩習主席你在哪裡咁樣嚇，咁呢個咧就係即係佢哋可以借用咁嘅方式喺海外嘅地方廣傳一啲X 嘅推文，去話咧喂。習主席你在哪個地方呢？最近呢第四件事更重要了，現在中國的民怨呢慢慢開始了。這個開始民怨就是說大家先貼個圖，譬如說呢要打擦邊球嘛，怎麼打擦邊球呢？就是說喂，去到今時今日，你習主席不讓我罵你嘛，好，我褒揚以前那些江澤民就在水中降水行走，得住個肥頭耷耳嚇。跟住朱镕基咧就喺嘴嘴度舉隻手嚇。胡錦濤咧就係話咧係探訪啲窮鄉僻壤，亦視察啲災區，温家寶仲緊要嚇。唔知著啲咩鞋，就喺水度降啲水咧，就去到呢一個腳踝嘅地方嚟嘅。跟住而家仲傳一句話，呢句話就震撼啦，就係1998年。温家寶時任呢一個中國國務院副總理，當時總理就係朱鎔基，副總理就是温家寶。咁當時咧就出現咗呢個險情啊，湖南同樣湖南水災，又係咧佢就於是乎乜嘢咧？豪言壯語啊，講11字真言：如果京江缺堤，我就跳下去。嗱，記住，如果京江缺堤，我就跳下去啊！咁啊，佢讲完呢啲咁嘅说法咧，咁当然啦，影帝始终系影帝啦，你唔好真系当真。哇！你个人民的好总理啊，咁啊，如果你真系觉得系人民的好总理，你唔使听你个节目噶啦，咁你可以听其他嗰啲啊。咁如果你认为佢唔系人民的好总理，佢系个影帝嘅话咧，习近平连做影帝嘅呢一种心情都冇，唔做啊！乾脆不演了，如果京江缺堤，我就跳下去。你會唔會睇？如果洞庭湖缺堤，我就投湖自盡。會唔會咁講咧？梗唔會啦，啱唔啱？下達最高指示，總之一定要咧大幹快上，好人好事一定掂嘅。指示第一點，盡力救災，人民至上，生命至上咁啊！咦，啊得啦，所以你喺冷氣房度咧。在牙床上玩着几个女拿着几个酒杯喝跟着写几个字，哇，人民的好皇帝。第二件事就是说，哪个在这里做事的，哪个在这里造谣生事的，一定将他拉晒。Okay? 第三，要将好人好事报出来，意思就是什么呢？你们快点创作些好人好事，通过党媒宣传机器广传呢，究竟中國共產黨怎樣救人民咯？是吧？所以就說，根本上整班人都是做show的，那個堤口崩斷了，還要在那個地方拿一大支紅旗做show。 For what？ 你不會做這件事的嘛。你有沒有見譬如說在美國什麼卡特里娜風災，那你即基本上是拿著一大堆的美國旗在那個地方打卡呢？不會。就算有個別的情況，都自願有這樣的情況。現在是什麼？黨媒擺拍啊，整件事是一件非常荒謬的一件事嘛，這個是一件事。那麼，拿了85億去搶險，究竟整筆錢去哪個地方呢？這個就是有人去追查了。那就覺得很可能入在官媒的這個口袋裡面。湖南省2022年先花費85億人民幣加固洞庭湖周邊6段重點堤防，預計2026年正式完工，但這次潰堤的團州碗並不在重點加固的範圍內。報道就說，當地政府為了應對汛期可能帶來的風險，在6月的時候，基本上就是30日
動員大量黨員幹部對核區內所有防洪相關建築咧就做體檢，並計劃組織呢個警衛做24小時不間斷嘅巡查。咁啊，當地政府喺7月3日都宣布咧，截至7月2日為止，洞庭湖堤防嘅加固工程，即使受到豪雨嘅衝擊，仍然冇發生任何嘅重大險情。因為5月先即係決堤啊嘛，去到2日為止話冇。OK， 咁啊，對當地政府嘅行政領導力大肆宣傳，但冇過幾日咧，即刻發生咧好嚴重嘅問題啦，就傳出洞庭湖決堤嘅消息。好多網友都喺度質疑咧，堤防加固計劃嘅經費係唔係被地方政府貪污，先導致咁脆弱？咁睇到網友都喺度諷刺緊習主席，你在哪裏一首歌咧，神曲啊，覺得很好聽嘅。為免咧，即係我被黃標啦，因為咧播人哋嘅歌係有人哋嘅知識產權啊嘛，智慧財產權啊嘛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自己上網去聽嘅。叫習主席，你在哪裏幾好聽嘅，即係做得幾好聽，唔錯啊，即係。我都覺得幾讚賞啊！好啦，喺咁嘅情況之下，習近平真係去咗邊咧？係咪？習近平咧，即係大傻逼啦，係咪？即係大殺幣。咁喺咁嚴重嘅情況下，中國花咗15億人民幣，冇記錯係15億人民幣援助咧，係無償咁援助，唔係借錢啊，係無償。即是说不收钱免费援助中亚国家塔吉克新议会大楼建设，他沿着首都道上别市鲁达基大街修建主楼，高49.7米，穹顶高70米，建筑面积43000平方公尺。请问这笔钱15亿，你去大撒币有没有搞错？又講資助非洲剛果免費醫療，但近期剛果伊圖里省發生某礦區民兵襲擊，4名中國人死亡，你去咗邊咧 ？OK， 咁啊，另外你睇到咧，即係好多人就會睇到啊，缺錢嘅紅十字會沿街討捐，民眾都唔願捐錢。甚至無咧喺微博上、微信上咧發出消息話咧，大家海外各位朋友千祈唔好捐錢，因為你哋捐嘅錢，嗰啲勸捐嘅錢都唔會入到我哋災民個袋嘅，係入到啲貪官石鼠嘅袋嘅，所以千祈唔好捐錢。嗱，我對呢班中國人咧，我咪俾個 like 俾你嘅 ，OK？ 起碼你願意講出一個真相俾大家知，佢哋會貪贓枉法。中國紅十字會是擋開的，中飽私囊，千祈不要去捐這些錢。大量的人說不信謠不傳謠，相信黨相信政府，對於惡意捐款要嚴厲打擊。是的，沒錯了，誰捐款的就是惡意捐款，誰這樣捐的就是說看不起中國共產黨的能力，覺得這件事是一個災情，錯，这个是一个丧事起办嘛，为什么要捐钱呢？不需要捐钱。滔滔千里掩天地，痛惜苍生不堪，筋竭力疲，他慢慢筋竭力疲，我就不理会了。你喜欢搞的话你去捐，你捐多少都可以，我只不过你只不过是助纣为虐，捐钱给那班拿了你笔钱在那里玩女人，在那里喝酒，在这里声色犬马的人 for what？ 哎呀，我们不要，我们捐给灾民，你试入灾区啊笨。所以算了，这个地狱我们没办法做这么多的 mercy， 我们做的 mercy 建基于你们这帮中国人肯反抗的前提上。如果你们今天这帮中国人肯反抗你共产党，肯支持台湾独立，肯支持香港独立，我都支持你们湖南广东独立建立宪政法治人权民主的政府，我们就是手牵手心连心。你今天不反抗这个政权，你今天在这里拿完钱又跟着反对日本人，杀死所有日本人，打败入台湾人，侵略台湾，统一台湾，这帮人我怎么捐钱给你？
農夫與蛇的故事啊，侵侵每日去做宣傳嗰度講呢個故仔啦，係咪？啊，呢、這個故仔就大家講俾大家知，千祈唔好咧懶好心。最撚尾結果乜嘢？你睇香港1991年華東水災，香港人捐幾多錢俾中國？啱啱我講嗰句説話，滔滔千里，掩天地，痛惜蒼生不幸，筋竭力疲。當時嗰首歌大家一齊唱，六四過後。好多人結了傷疤忘了痛，以為中國係好多人係需要幫手嘅，跟住做咁多樣嘢，換嚟嘅乜嘢？汶川大地震嗰啲小數目啦，1991年捐嗰筆都係大數目。請問換嚟啲乜嘢 ？So stop donation. Say no to donation. 任何嘅捐款就係惡意。OK。是對人類文明或者人類的基本的原則的惡意，這個就是基本的問題，所以你說捐給這些什麼政府，最後都被人家探殺去，毫無意義可言，所以沒有必要。習近平呢，當然去青藏，去這個陝西開會，我都說過，你去哪裡？再捐錢給這些什麼國家，就去那些什麼鬼啊，開咩個上合峰會啊嘛，哈薩克啊嘛，係咪？佢理得你死，總之睬你得多餘。今時今日，我哋千祈唔好再相信呢啲習近平嘅任何嘅説法，已經去到一種荒謬嘅地步。咁啊，大家知道咧，官方係禁止咧個人對外咧發放任何嘅消息，全縣嘅道路封閉，鐵桶江山入邊發生咩事咧，都係共產黨造謠俾大家去傳。你哋冇辦法知道入邊係發生咩事，我當然都唔會知。OK， 係相當可怕嘅一個咁樣嘅一個生涯嚟嘅。喺咁樣嘅大嘅環境下咧，大家知道就係話咧，相當悲慘啦，係咪？但係我哋唔可以因為咁樣而咧做一個莫名其妙嘅同情。而全國我諗喺嗰個所謂嘅暴力事件咧係不斷升級啦。湖南一家咧八口被滅門嘅，廣西中學咧係無差別咁斬人，中國當地爆發恐怖兇殺，好多新聞咧係強制被消失嘅。呢個情況係越嚟越多，你每一單新聞每一粒字都係有血有淚。天津嘅房價咧，房地產嘅價格咧更被即係腰斬 ，OK， 即係相當嚴峻嘅情況，好似係。天津武清首創新北京半島項目，有83平方公尺，大概800多英尺啦，即係香港嚟講，即係一個兩居室 two bedrooms 啊。喺高峰時咧，賣到超過160萬人民幣，記住人民幣啊，160萬，咁啊好平啊嚇。咁啊，各位唔好忘記呢個天津啊。如今同户型咧出現不到39萬。一間樓一套樓的成交價由160萬跌到39萬，已經不到當初價格的1/4，這不慘才奇怪。我之前講過中金公司有個女員工每個月賺緊接近6萬港幣 ，OK， 佢買咗套樓，跟住不斷跌，跌一半再一半，咁佢已經負資產啦，跟住佢仲要俾公司裁員減薪，未裁員之前減薪，咁啊～即刻跳樓，好可惜。OK， 咁我即係話咧，人唔需要死嘅，但係要死嘅唔係你。咁多人死，唔見習近平死，點解要呢個女人死咧？係好莫名其妙。但係佢嘅冤屈，佢嘅苦況，我哋係明白嘅。由160萬到39萬，呢個成為咗現在咧喺中國入邊嘅微博嘅一個熱搜榜嘅重點。這個樓盤2016至2017年期間售價曾達到20000元一平方公尺，一套83平方公尺，即係830尺嘅房子啦，英尺嘅房子啦，價格係160萬左右。今日160萬下滑到呢一個39萬，意思係乜嘢呢？意思就係話中國根本上撐唔住落去，好多有樓嘅已經俾人哋套路。OK。我哋上次講過啦，國債強迫好多嘅公司去買50年國債，基本上就等於淨係每個月俾少少雞碎咁多嘅錢俾你，隨時乜都冇。共產黨始終就係共產黨，你存錢有82%都擺曬喺呢一個
呢一個係呢個係叫做咩咧？定期存款度，唔代表話咧你係安全嘅。OK， 所以而家中國人提款每日都有限提嘅金額啦，大家都好清楚。咁所以呢個相當嚴重。咁喪事起辦、擺拍、造謠、淡化災情、洪爐災害咧，咁樣中國官方惡劣處理，惹發眾人嘅怒吼嘅。咁我諗佢淹沒嘅47.64平方公里，有92.5% 都係房屋盡毀嘅啊！咁啊，睇到就係好多嘅人就會話留言啊，就話咧中共國湖南洞庭湖缺堤事件發生後，沒有緊急預案即時堵住不說，幾十萬家庭流離失所不說，目前至少上萬人罹難不說，竟然開始喪事起辦，開始表功了。在岳陽大電視台大吹缺堤事件引發的豐功偉績，救援隊沒有體見救援，盡情地拍 X 的宣傳片，結果沒出意外，留言區被大火噴死。譬如說很多人留言就說，又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喪事起辦，又說你下毒我，你解毒你要求感恩，即是你下毒你解毒你要求感恩，看着令人作呕，血旗比人還多，就是說血旗，即是好像我經常說很多年五星血旗，血旗比人還要多，扯蛋第一，全身都濕了還打什麼傘，還要全身濕了還要揸住把遮，山東人先按讚，不斷刷新下限，即意思就是說這班這樣的垃圾簡直全部是做戲的、OK？ 而習近平不會做戲的，不會說如果洞庭湖再缺堤我就跳下去，我不會說這些話、OK？ 這個溫家寶先會說的說法，所以你看看中國多麼荒謬。最後講一講一宗更加嚴重的問題，就是銀行開始爆煲。各位在香港的人大家要注意了，注意了，真的注意了。如果閣下在中銀或者南洋或者集郵 whatever 這些中資或者中資操控的銀行，包括香港人香港絕大部分銀行，如果你存款，大家要小心了，這個風暴呢會影響很大。據報道呢，就截至6月24日的一個星期之內呢，40間中國的小型銀行呢消失，被大銀行吸收或者解散，換言之就是他們那筆帳爛到爆，這樣搞法呢一定牽涉破產。我為了沒眼屎乾淨盲呢，有一個大銀行吃了你，吃了你是不是代表說咁呢啲小銀行嘅帳就會賴咗佢咧？佢嘅資產負債表做重整啫嘛，但係呢啲欠嘅債唔會冇咗嘅，啱唔啱啊？咁欠債冇咗，除咗殺咗個債務人嘅啫，咁佢真係最撚尾會做得出㗎。即係換言之，而家咧好多細銀行嘅啲細銀行咧，分分鐘咧會有破產重整嘅危機。呢個風未必咁快，但可能係會以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咧吹到落嚟香港嘅，所以各位要審慎理財。如果閣下喺中國度做生意，存一大堆錢又唔撤資，又唔想走，咁我講俾你知，呢班人咧由佢死啦。咁多人死，就等你點死啦。我知冇辦法講噶啦，你自己要行呢條路，我諗你自己都唔好適合，即係再睇呢個節目啦，係咪？呢個同過去嘅貸款增長迅猛、風險控制不力和房地產市場低迷等因素有關，更讓人擔心是金融體系出現問題的大徵兆。譬如遼寧農商銀行獲批吸收合併36間農村中小銀行企機構，民生銀行收購一間村鎮銀行並設立分支機構，東莞農村商業銀行吸收合併兩間的村鎮銀行。其實40間裏面九成，即是36間都是遼寧東北出大問題。 OK， 這個會激增，而且退出的機構將會以中小農商行、村鎮銀行居多，開始由底層開始有 cancer 了。 OK， 這個 cancer 你要記住，我們很需要集主投的這段時間。
千祈唔好成日推翻佢。我成日都話唔好推翻習近平，要等習近平喺個地方度坐鎮，呢、這個潰爛速度先會加劇。我哋要對付嘅唔係習近平，唔係出啖氣，我哋最後尾先掠佢命。但現在咧，我哋最需要佢喺度，將成個中國搞冧。真正分裂、顛覆、搞恐怖主義嘅煽惑者，同埋勾結境外勢力嘅就係習近平。佢講叫人哋唔做嘅，自己做足。而我哋需要佢繼續做，咁樣先至能夠使呢個國家冧噶嘛。喂，而家你推翻習近平，咁點點咧？呢啲中國農村銀行分佈住大約3800間咁樣嘅小型銀行，擁有55兆55萬億。嘅人民幣佔整個銀行體系嘅 13% 嘅，如果話呢個情況爆嘅話咧，會有連鎖反應。所以我話啦，去到今時今日，我哋喺面對呢啲情況嘅時候，記住要咧，即係保存自己嚇、自己嘅生命、身體健康、自由、財產能夠好好咁保存。咁咪大家如果喺香港嘅話咧，基本上係如坐危輪。咁啊，老虎籠之中，老虎咬唔咬你係老虎嘅選擇。你求神問卜都冇用。我就話呢個地方係大家嘅選擇。我冇選擇，我冇辦法啦。出邊揾唔到食啊！我只係話俾你知，你最後尾會發覺到，你揾唔到食嗰種苦都唔及你中國老虎籠被獅子細咬、充公沒收。共你產嗰種辛苦，好多人喺1949年之後，50、51、52就係諗住呢啲諗法唔走，結果就係乜嘢咧？乜都冇咯，冚包散咯。咁你話喺香港度係咪仍然留下嚟嘅人？我全部咁樣去話，你哋全部蠢蛋啊嘛？唔係，有一班留下來嘅人，做命運嘅叫做。艱苦奮鬥的受苦共同體 Community of Sufferings 繼續去探監、聽審、寫信、追車，做很多的獨立書會、書店，做記協的朋友，做很多的獨立的媒體，日常生活很多老師在反抗，很多人看到那個什麼謝儀是來到台灣有個什麼鬼明星嘛，嚟到香港度用人民幣去俾人哋嘅啊，佢就話就話喺度擺拍，即刻俾人哋就係用呢個好純正嘅廣東話講兩個字，第一個字叫福，第二個字叫腰嚇。咁啊，結果咧就被誤會為英文啊，咁咧於是乎就係喺度鬧香港人，成班香港人口珠不伐 ，OK？被人哋咧網路出征，結果就係話謝儀咧要道歉，不要在傷口上撒鹽啊嘛！留下來在香港嘅人，我哋唔係話要唱衰你哋，唔係，我覺得好多留下來嘅香港人其實好艱苦去做一啲嘢嘅，有啲等待緊要離開，有啲就係冇辦法離開，因為冇錢冇其他嘅嘢。但我只係話，我只係提醒你呢個老虎籠係會越關越緊嘅，莫為言之不預。我睇到呢個情況係越嚟越緊要，咁啊，你話我哋等啦，等啊，等啊，等，冇錯，我哋知道要忍耐，我喺呢度都等緊，唔好話你，我只係話係唔容易咯，嚇，命運會點，只有上帝知道啊，但我只係話，如果呢個情勢繼續咁樣惡化落去，一年、兩年、三年、五年都係咁嘅話咧，大家會過得越嚟越辛苦啊，你今日早決定。俾自己多一個 option， 多一個選擇，站穩喺外面之後咧，隨途後繼咧，係遠遠比留喺香港咧有意義得多。咁啊，每個人有自己嘅選擇啦。我只係話，最後尾係有與冇嘅問題，而唔係多與少嘅問題。去到外國係多與少嘅問題，喺香港係有與冇嘅問題。咁你自己去諗。咁希望大家即係。明白呢件事啦，唔係我講，我有好多嘢冇若欲言又止啦，我只係希望大家明白啦。OK， 咁啊，希望即係關注呢件事，就知道中國潰爛越嚟越緊要。
我哋香港嘅認同要同中國區隔，台灣亦都要同中國區隔。喺呢段時間要壯大自己嘅力量，好咁揾錢，好咁守護住我哋應該要有嘅良知，呢點先係最緊要嘅。好啦，下一次再見。